伫咧农业时代正发达的竹叶加工，随着时代变迁，竹叶已经是渐渐被其他的材料来取代。但是伫咧第三阵，就一位竹叶老师柯发祥，伊为着要守护竹工艺，甲对着竹叶的感情。40年来，伊除了坚持发展竹工艺，嘛动脑筋来改良各种用竹叶所做的佚佗物啊。予大家拢真赞叹这位竹工艺家的巧思，再来新闻就传咱做伙来看卖。要做小东西，一定要靠这个代志。在小小的空间内，竹叶老师恐怕成是百阿浪旁的时间，无用咧制作各种小零件，因为对伊来讲，还佫会当做，就继续坚持伊所选择的这条路。人外做的了后，就是台湾市场虽然真矮吼，但是内需还有一点点需求，啊，就是。有诶，真侪人无做啊！啊，我就讲，阮都有咧做，加减甲捡来帮做，啊，愈做煞，感觉嘛真趣味趣味，啊，搁钱人赚嘛袂歹。今年67岁的老师柯发祥，投入竹工艺制作用要40年时间，嘛为早期的竹工加工，转变作服务人客需求。过程中嘛，可以找到家己爱做佚佗物啊兴趣。啊，这个关节都可以活动的，哎，啊，我就喜欢尝试看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哈。为着家己的孙仔，用竹做出会当活动的机器人。讲到这件作品，竹老师柯发祥的面上是充满欢喜的表情。好啊好啊，阿公，你虽然做了无偌水哦，但是我嘛真喜欢哦。阮孙仔佫会搞灌米汤呢。竹筒，阮其实这是嘛算固定靠咧做诶，因为这空档舒适吼，这竹筒阮可以做起来，下日有用蒙卖啊，嘿，增加收入啊，嘿。啊，早期是为了讨生活嘛，啊，即马是算讲。有了兴趣啦，啊，咱都会晓做只二零块块吼，咱就加减忙帮做安尼啦。无机器，咱大量生产，拢爱靠着经验甲家己的双手。这个老师柯发祥倒是创作到今，对着第三业的没落，是感觉相当无奈，嘛希望政府会当出面斗相共。政府有在推广这个咱本土的这种物件吼，对个，都其实要很多政府机关吼，到直属经费办这活动，比较较有效。哎，啊！你若要讲伫市场咧卖，你叫人买吼，囡仔伊拢要买一挂电动啊吼，啊个剩下迄落电子个较好耍啊。可以定个啊加条咧，啊你啊一摆个电动机吼。时代改变，台湾的传统手工艺拢面临着失传的危机。这个老师佫发生，对咱家己继续坚持做落去，有机会嘛继续推广，好，第三业会当传承落去。记者王祖如采访报道。